是这一集的声音，但是前面呢有几个画面是上一集的画面啊，就蛮特别的。好，这次我会了，谢谢。啊，it'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啊，it'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，活到老学到老了。哇，这个电脑哈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，有很多都没接触电脑。阿爸有没有呢？你们没有家里的爸爸妈妈都不接触电脑的，啊，也不接触直播啊。我都觉得这个直播电脑不要跟时代脱节，要接触一下啊。真的，有时候呢，就一点点东西我不知道，然后呢弄错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意思就不一样了啊。所以在这边要谢谢志伟跟我分享。好，来欢迎我们的小鱼啊。这个啊，我们的小五月说：“老师，我心情不好，和家婆吵架了，和老婆吵架吧，应该是老婆啊，真的啊。”哇，这个小五月，老师跟你分享哈，这个心情像潮汐一样啊，当然有高有低了啊。不过老师呢，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都有七字真言勉励我自己。首先告诉自己要冷静啊，你可以做一下，告诉自己说冷静啊，要升级就冷静，然后深呼吸，给自己深呼吸一下，有没有？让这个气呀，到你的这个五腑六脏，然后再出来深呼吸。另外第三个动作就是微笑，smile，有没有？耶，哦，就是。冷静，深呼吸，微笑。那为什么要微笑呢？因为微笑之后呢，要有智慧来解决问题啦。通常我觉得老公老婆在吵，也没吵什么大事，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啊，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。那记得有一方呢，如果讲话比较不好听，我们另外一方对不对？就冷静啊，不是老婆是什么？是家婆哦，家婆哦，你们家老公的妈妈那就是婆婆啦，不是老婆，是家婆，就是老公的妈妈，那就是婆婆啊。所以那个小五月，你是人家媳妇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你是媳妇儿，就跟婆婆，那跟婆婆更不要吵，要让她。为什么这样要让她呢？因为第一个，你老公是她养大的，你就这么想，没有她，没有你老公，这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她跟你老公相处的日子一定没有你久，你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她是你老公的妈妈嘛，你是你老公的老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是你跟她谁要跟你老公相处比较久？一定是你嘛，不会是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很多是让她。在第三呢，长辈哈，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呐，我就觉得说。我们用那个时代的背景哈，来看长辈，也来原谅长辈，来体谅他们哦。因为很多长辈没有在接受薪资，然后他所对待你的，可能是以前他当人家的这个媳妇的时候，他婆婆对他的，啊，他用那个对你啊，因为那个是他的经验法则啊。你如果说站在觉得，哎呀，也蛮同情他的，哈。啊，你原谅他，不要跟他计较，没关系啦。反正哦，他亏欠你的，你老公会补贴你，你这样想就好哦。那还有就是说，对长辈嘴甜一点啊，哦。这个长辈啊，都是怎么样？人家说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呐，哎呀，你呀，这个啊，我不是常常在搬那个送右臂换好礼吗？哦。那个长辈很喜欢这个房金呐，我这边有房金，那个金镶玉对不对？金镶玉吴宗宪推荐的这个有这个我们的马祖有观音，这99.99千足金像这个呢，您呢就是存个2000 UB 台币1000那你呢来呢这个赞助老师的节目，我寄一个给你，你就送给你婆婆。这个市价很贵哦，这个是99.99千足金，它有附房金保证书因为这个是捷德珠宝，
他呢提供给我们节目的，我才有办法在节目当中送哦。啊，你送他，没有听到人家说吃人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哦。啊，你讲阿布啊，啊，我这金镶玉吼，要叫你吃百里，啊，我要送你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以后对你会特别好哦。是，我跟你讲，小五月，我不知道如果你送给他什么东西了啊。但是的话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帮你直接寄给他啊。长辈很喜欢金镶玉啦，他是取作金玉满堂。另外有时候呢，长辈呢他嘴巴会嫌你啊，哎呀，买迄无彩钱，阮买迄无路用，阮买爱提走。哎呀，妈妈，拜托个啦，啊，人都买啊，人嘛是为着你，人嘛才爱你的吼。啊，我等吼这新妇的还袂晓买物件。好，妈妈，你都莫搞见怪啦，而且我怎么心意啦，妈妈啊，你还是把它放着哦，因为长辈有时候是爱在心里口难开。好 哦，你买什么给你妈啦？啊，你嘛是爱买，莫讲给你妈，你都不爱买，知不？哦，这个都是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学问呐。啊，哦，也希望小五月，您呢会看唐雪老师的 UP 直播节目啊。哦当然也能够感受一下汤圆圈老师为人处事的这些道理啊。那有机会的话，我的自传《在地养苦瓜》哦，你也可以呢买一本来看啊。里面呢有描写很多呢汤圆圈老师的生活的点滴啊，我生活的故事啊。你比老师年轻呐啊，你比我年轻啊，我当然希望你的生活愉快，尤其如果你爱你的老公啊。千万不要让你老公夹在两个女人之间，哦，那种男人是最可怜的，哦，夹在妈妈跟老婆之间的老公哦，是很可怜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希望小五月，这番话呢，您能够听进去了，因为我真的是肺腑之言，希望你幸福美满。来，咱来唱一条啊，乖，七情大西江，老师为你献唱哦，七情大西江。有啊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一台哈，哦，它在播歌的时候不能够充电，这一台很特别啊，它充电了，哦，那个歌就播不出去了，好像被电压受影响哈，哦。来，七情歹碎杠献给大家，今天呢6月23号对不对？礼拜六嘛，是吗？海影破浪，雄雄拍起阮的乱梦，亲像海鸟叫你出港。一声一声念着你的名，听甲阮船船心惊，敢有影工？水哪会干？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，不管黄昏也是早起，阮是真欢喜。妈妈时代，世代是美丽。海浪波浪，汹汹海起。阮的乱梦，亲像海鸟叫你出港。一声一声念着你的名，听甲阮船船心痛。敢有影工，水哪会干？梦中的。你又讲起心爱的，不管黄昏，
也是早起，阮是真欢喜，拢嘛是等世代心的你。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，不管黄昏也是早起，阮是真欢喜，拢嘛是等世代心的你。哟，谢谢哇！这首《七情大西江》哈，来，我们欢迎阿霞进来啊、哦。那我们的白白啊、哦，还有我们的翔翔，我们的龙少、吴文祥、顾佑镇，我们的谢凯任啊、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进来啊、哦。我是通力圈老师，来下一首歌《艾琳娜对郎照》来欣赏。
谢谢哇，这首歌艾琳娜对狼照哈，艾琳娜对狼照也没有关系啦哦。人家说什么强摘的水果不甜呐、啊、哦啊，如果真的不是你的，就让他走了，无所谓哦。真的 ，it doesn't matter 啊、哦、，it doesn't matter。其实汤炫老师啊，觉得我最大的资产是哈、啊，我通常都过得很开心啊、哦，我的情绪呀、啊，同时很平静呐啊、哦，那心情也充满着喜悦。为什么？因为汤炫老师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了啊、哦。什么叫做生活呢？实实在在快快乐乐过每一天才是真实的生活，然后自己呢一定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，能不能有钱那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啊。有的人呢就是聊着时机嘛，人家赚着时机钱啊，安怎赚安怎做啊，嘛安怎赚安怎赚嘛安怎做啊，那种人是他抓到了时机，他运气好。那有的人呢，他真的他也很努力，可他就没有方法，就时机不运啊，怎么努力也赚不到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有钱没钱呢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，但是呢你的生活要不要过得快乐你可以自己决定啊，真的可以自己决定。但是快乐是要经过学习的啊，如果呢你愿意学习呢这个如何过得快乐啊，这个常常收看我们 UP 直播节目，汤炫老师呢很乐意跟你分享如何生活过得快乐。像呢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咯，他说 Tony Chen 哇，怎么可以看到您呢哦，啊每天都笑嘻嘻的啊，充满着活力哦，好像你过得蛮快乐的蛮充实的啊、哦、到底有什么秘诀呢可以过得快乐呢？你们就有没有秘诀哇，过快乐的秘诀哈、哦，对汤炫老师来讲哈，我可以有一句话跟你们分享，就是怎么样，多想自己有什么，不要想自己没什么，多呢去想对方对你好的一面，不要去想对方对你不好的一面，好不好？这句话呢给你做参考。来下一首歌，登党回这布袋戏的歌曲，我把我的阿才请出来啊、哦，来跳舞。
哦，谢谢哇！这个呢是阿才啦哦，阿才呢，我是呢那时候录台视的节目，在宜兰把它买回来的哦。宜兰呢有一个那个什么馆我忘了，我们就在台视啊、哦、录那个节目外景节目，那个馆我忘了，然后呢就有卖这个，这个英文叫 puppet，P-U-P-P-E-T puppet 啊、哦、puppet， 那当然呢里面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角色哈。哦哦、我就想说买一尊回来作伴、哦、买个作伴，买一尊陪我就对了。你看阿才好撒娇，阿才你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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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师 要主持，你要乖你要乖好不好、哎、呦你看你看好撒娇，他有时候跟我撒娇，你看阿才好多可爱你干嘛啦，哎不要这样子啦，不好看不好看啦，你看人家在看你呢，羞羞羞，你那么大了还这样咻咻咻、这个当时挺好玩的，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角色嘛、哦、当然有很帅的啦，有很漂亮的啦、哦、那为什么选阿才呢、哦、你要为什么选阿才，因为阿才呢他是一个丑角的角色、哦、然后超 Q 啊啦 Q 啊啦，生旦净末丑，有没有，我们在戏剧里面有不同的角色，生旦净末丑，然后呢这个丑啊很像汤丽倩的角色啊，因为我在录综艺节目的时候呢也是丑角的角色，对不对啊、哦、也是丑角的角色，那这个啊、我就在想说诶我应该选呢跟我一样角色的，就把阿才选回来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阿才啊、哦、那有时候呢我主持 UP 直播节目啊，会请阿才啊出来一下哦、啊、有一阵子没请他出来的了，今天心血来潮，因为刚才那个布袋戏的歌啊、哦、又是他们的麦吉的歌，所以就把阿才请过来啊、哦、这阿才啊好可爱哦，有没有很可爱，你乖不乖，你要乖呢好不好，你看干嘛干嘛 要跟老师说什么，乖乖乖不要这样子干嘛，你干嘛摸我的脸了，不要摸我的脸干嘛，不要摸我的脸， Please don't touch my face，阿才你干嘛干嘛撒娇了，别撒娇好，来我们唱个歌好不好，来唱个阿才他们那个世界的歌，来布袋戏啊，布袋戏的歌好，我来唱一个布袋戏的歌，那阿才你要帮汤丽倩老师伴舞、哦、好不好，老师来唱一个，老师来唱一个你们的歌，这个阿阿、啊啊、你要帮老师伴舞好不好，来你用这一首啊，一首老师要拿麦克风 OK 好好的伴舞哦，了解吗，哦呵呵，有时候我也可以跟阿才沟通呢，嗯还蛮高追的，蛮高追的阿才，好来下一首歌献给大家，妙文强丁加油阿才，好好的跳哦，了解 understand， 啊应酬几滚烫点起调香的气温若比观一家家的深口，爱你你帅气就从秋后努力呢勇敢水冷气别浪出汗，那是你推不进一粒巴沙秋楼
谢小鱼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感谢你。天就是阮家己，你啊一条好路，有温暖我才失败，有心痛痛。错过，有恁的勇敢，虽然心结难自寒。那是离开心爱的人，目屎就落。啊，天是天，我结婚，娘是条天路，我是有自己选择的，有回心前途。浓厚，如恁的勇敢，虽然是艰难出汗，但是留起阮的忠心，目屎就落。谢谢啦，阿彩，你还这样给我掌声了、啊，你看一下，你看阿彩多可爱，你看，真的、啊，老师有唱的那么好吗？真的、啊，你有没有说谎？你看一下，你看阿彩有多可爱，他在帮我鼓掌呢，鼓掌的我都脸红了，拍谁了？我这样唱的那么好吗？真的，你确定 ？Are you sure？ 哎，小鱼，你看阿彩有没有很可爱？他也是确定，你知道，一直给我鼓掌 ，I'm sure 啊。其实这一首呢，苗文强丁哦，说真的，他没有歌词了，他这个没有歌词的，所以啊，我有些歌词忘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结果你看阿才还给我这么大的鼓励了，你看一下，啊，真的真的唱得好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谢谢啦谢谢啦。对了，好久没有看到阿才了，因为我好几个月没有把他请出来了，今天又把他请出来。啊，真的超可爱的，你看一下，啊，这么热情，你看阿彩有多热情啊，好，一直掌声鼓励了哈，好啦，谢谢你啦，谢谢你总给我信心，感谢啊，啊，阿彩很善良啦，他总是会给人家信心这样子啊，好，谢谢，刚才那两首呢是我们布袋戏的歌曲了啊，布袋戏，那老师这个年代呢。布袋戏都陪我们长大、哦哦、所以我们对这些布袋戏的歌、哦、充满的感情啊，让我感情底了哈。OK， 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嗯，可三不倒了。哎，你好，需要为你服务吗？哎，对，哪边找老师？哎，台北哪个单位？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克丽莎哈、哦、啊，什么事情？哎，我现在在主持节目，没有关系，谢谢啦。而且我人也不在台北呢，因为我要主持节目，我这个时间是主持节目，对。我目前人在台中，是，你，哦，对，你有空可以上直播吗？我现在在 UP 直播啊，对，我每天中午12点，晚上8点，
我应该这样子，因为我的行程都是经纪公司在排的。那如果有什么事，你可以加入 LINE 嘛，用 LINE 来联系比较方便。LINE ID 你有了吗？ LINE 的 ID 你有没有？ 8253TC 好，对，就麻烦你用 LINE 好，祝福你好，拜拜拜拜拜。有，谢谢啦啊，我们的柯丽珊哦，他说要请老师看电影，谢谢他的好意啦哦，感恩，感谢啦。说真的，我真的还蛮少看电影的嘞，我很少看电影，我最近有一个电影想要去看呢，我就想说带我妈妈去看，你知道是什么电影吗？你们可以想得到吗？确定不是有一个恐龙的电影吗？我就在想说，哎，恐龙，看那个 dinosaur 了，因为我妈妈有一点老人痴呆症了嘛，我想说，哎，看恐龙的电影，她可能比较看得懂。还有掌声鼓励了哈。好啦，哇哇，刚才好奇怪啊，我再用一次，刚才 FB 哦就突然跳出来。我再用一个 FB 好 ，One more time， 再一次啊，叫 One more time。哎，奇怪，不对 ，Sorry 啊、哦，又我试试看。很多热情啊。我怕 FB 的朋友说那没去啊，那没去啊。好，我再试一次。哦哦，对。好，我再重开。来，这边是啊、叫那个陨落国度。对啦，应该是吧。我就看那个恐龙啊，我就看 dinosaur 啊。对啦 ，dinosaur 没有，我就在想。如果看电影，我可能会去看这个恐龙，这个看看恐龙这样 ，dinosaur，dinosaur 啊，我们这个保镖问我是不是侏罗纪世界陨落国度，应该是吧？啊，我没有注意那个名字啦，啊，但是我只知道它是恐龙的 dinosaur， 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哎，带我妈妈去看恐龙这样子啊，我若有去会礼拜二啦，哦、啊，礼拜二 Tuesday， 我会礼拜二，因为。礼拜二中午就是陪我妈妈吃饭的时间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吃饭时间。阿翔，
谢谢，哇，我们也感谢 Coco 热情的帮我们送礼啊、哦、，Coco， 哇，我们现在人才349，你会把它冲刺破千吗？破千我来抢红包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因为介绍人数给它破个千，阿伯啊，你349哈，待会排名可能排很后面不好看哦。谢谢谢谢柯丽莎。谢谢哇，负心的人，希望我们观众朋友都没有遇到负心的人哈、哦。文喜你好，文喜，我们呢这边呢有一件礼物哈、哦，就一件。你看一下哈、哦，看你有没有需要，因为这个是大放送啊。这一件的话也是台币1000 ，UB 2000哦。因为好看爸爸照你没有，那时候你没有看到。这一件的话呢，是我们到台南戏游出张所哦，他们呢做的呢都是我们研有关的文创商品哦。来，老师，你洪瑞珍三明治是啊、周几播出？我洪瑞珍三明治我还没呢，还没跟他定案呢。
现在你是想要洪瑞珍三明治吗？你用赖跟我说，我还没有跟他瞧时间呢。哦，这个我洪瑞珍三明治我还没跟他瞧时间。对，对你，如果你，但是洪瑞珍三明治有个问题哦，就是说他的三明治呢，纯天然不加防腐剂，他三天内要吃完。通常那个洪瑞珍三明治哦，你太多，除非是你要送人啊，或是请人家吃，没有你自己没有办法吃那么多，或者是要加他们的凤梨酥啦，凤梨酥就可以放这个三个月，可是洪瑞珍三明治他们三天内就吃完哦，所以基本上洪瑞珍三明治也不方便寄，寄的话根本收到你就到了，通常就是他那个台北新庄一个店，然后呢中立有一个店啊，一个就是去他店里面拿哦，那一个就是就所以说洪瑞珍三明治它是比较困难啊，因为主要是保存期限的关系啊、哦。那文喜他这个呢啊，我们呢西游出张所，西游出张所呢他提供的哈、哦，来我们来看一下，有六件啊，这一件是神秘礼物了，这第一件，他们都跟盐有关的。第二件的呢是他们的面膜，啊、哦，这面膜呢一盒是1200元啊、哦，第二件。第三件呢我们看哈、哦，哇，这个是呢台湾特有的二层盐，他们的盐呢、哦、就是最好的盐哦，遵循古法制作的哦，里面的话呢盐该有的矿物质都在里面，但是它是低钠哦，它是低钠，经过稀释低钠的。第三件，那第四件啊、哦，第四件这一罐传统天日晒盐啊、哦，然后第五件，我们看第五件啊、哦，第五件这一包，这一包的话呢，这一包的话呢，就是啊、泡澡泡脚都可以的啊、哦，这个第五。那第六件是这一罐，这一罐也很特别。这一罐的话呢，啊、细油盐卤，盐卤比较容易啊，盐卤你打开呢，像夏天有没有天气热啊？然后第一个呢，这个在水上就可以当呢这个啊、运动饮料、哦，它可以当运动饮料。好，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盐卤，盐卤也可以稀释成为化妆水，也可以吃，也可以用。啊、哦，这六件的话呢，是由呢夕阳出张所提供的啊、哦。同样的，好看爸爸照送 UB 换好礼，台币1000 ，UB 2000。好，这六件。可以跟大家兑换哈，好，有需要的朋友再跟老师说啊、哦，就是就一个名额而已哈、哦。来，文喜说，老师，你去洪瑞珍是台北吗？你可以回台中的时候，经过湖口，跟你约。对，现在是洪瑞珍三明治，因为你需要多少？因为。专门跑一趟哦，然后刚好我有上台北，对啊，这个你要告诉我，你用赖告诉我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是你希望怎么样？因为我不晓得你要多少，如果你量不多，对不对？老是这样子跑的话会划不来啦。这个台北台中来回油钱就将近要3000块了。哦，还有张经理的薪水，张经理薪水一天也要1500左右的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成本可能会划不来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哦，你再用赖跟我说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谢谢 Peter 长期支持唐林劝老师啦，送 UB 换好礼，对，洪瑞珍三明治就是说要知道说有多少了，哦，对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你好康爬爬照播出的时候再跟你约好啊，或者是啊、洪瑞珍三明治，因为洪瑞珍三明治好康爬爬照有做过了啦，哦，然后呢我在蒙古的时候他是有跟我说了，哦，跟我说想要再做，那我还没有，我回来还没有跟他联络，哦，主要我就是考量到他的三明治如果没有像文喜你有确定要，对不对？我三明治拿回来我也不能够放，我会变得很困扰啦，那个食物齁会被困扰，问题出在这里。
我想请问文喜哈，你洪瑞珍三明治你想要多少个？你能不能跟我说，他们三明治有十几样呢？你想要多少个？你是要送的还是要自己吃的？哦，你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下？是，如果你这边量够的话，那我就特别跟他说，因为他们会提供5000的产品嘛，而5000的话，如果说你这边可以负责几千，好、哦，你想要几千？对，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下？因为老师来跟他说，我要确定呢，我这些三明治已经有人订了，我才有办法跟他说。啊，没有的话，这个三明治，洪瑞珍三明治，这个三明治我拿回来，我不能够放。这样你了解吗？那个文喜，我这个困难点就在这儿。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如果老师采访洪瑞珍三明治，他们会提供5份嘛？5份好礼，啊，你可以拿几份？能不能让我知道？还是你帮我看有没有号召你的朋友哦？最少你们能够有拿个3-4份呢、啊，这样子我就来跟他确定这个行程。好、哦，对啊，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你的同事朋友？洪瑞珍三明治他们是大品牌啦，说真的，他们也不需要做广告宣传。我一份呢都会做1000呐、啊，一份做1000，大家可能三明治跟那个凤梨酥搭配在一起这样子，因为如果全部是三明治太多了，太多吃不完哦，可能我跟你们用搭配的，因为这些我都还没有跟老板谈呢。我主要就是说，如果我确定有30位观众想要洪瑞珍三明治了，哦，我确定了，那我再来跟他们谈，好。好，谢谢，再次谢谢文喜。今天呢6月23号2018年，我是佟丽倩老师。大家都知道呢，我呢刚从呢这个蒙古呢直播回台湾哦。那我们就知道蒙古呢有到呢昭君哦，这个王昭君的这个坟墓了哦，其实是他们叫昭君博物馆，其实主要呢是有博物馆，有昭君的故居哦，然后呢还有呢昭君的这个坟墓。那谈到王昭君啊，我本来我不知道你知道吗？其实王昭君，你们知道王昭君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他不愿意嫁到匈奴，他呢在汉朝已经有心上人了啊、哦，但是呢为了这个当时的政策就是呢联姻嘛啊、哦，他呢这个被呢汉朝的皇帝封作呢公主，然后下嫁匈奴。那你们知道吗？王昭君呢这个命也是很可怜呐、啊。有人说他是克夫之命，为什么？因为呢匈奴哦，他们有一个习俗，这个习俗你们听听看哦，很特别，对我们汉人来讲可能不能接受哦。他是这样子，就是说这个可汗哦，等于说如果爸爸往生了。哦、我们汉人呢就是由爸爸呢会呢立太子登基嘛，或者是有时候皇帝会写遗言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他的皇位由谁来接继。但是匈奴不是，匈奴呢他们是以武力取胜。好，假设说这个可汗呢有5个儿子，那这个呢可汗这个位置呢要留给谁呢？他们呢是由这个5个儿子去拼命，你们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哦，看谁最强，强者为王就对了，你们就记得哦，不一定是老大哦，他们这5个儿子5个兄弟去拼命、哦、啊，最强的那个就继承可汗这个位置。那这匈奴的可汗他有个习俗，就是说好、哦，他今天的儿子继承爸爸的这个王位，不只继承王位哦，还要把爸爸呢所有的老婆一起接过来继承过来啦。哎呀，这个很特别是不是啊？可汗可能有不同的老婆，对不对？这个儿子呢啊，如果接了爸爸可汗这个位置，爸爸的老婆他也会把他接过来变成自己的老婆。那很多人说，那生他的妈妈那个怎么办呢？生他的妈妈，生他的那个妈妈、哦、
就是当太后啦，那个没有继承过来当老婆，但是其他爸爸的妃子好、这个儿子都会继承来当自己的老婆啊。这是我这一次呢到了这个蒙古啊做直播啊，我才知道原来蒙古有这样的习俗，对我们汉人来讲啊，这个真的不可思议了啊， unbelievable。 但是匈奴就是这样子，那王昭君呢，他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哦，他呢又嫁给他自己的孩子，当然我讲他的孩子并不是他亲生的了、哦、他不是他亲生的，他跟呢老可汗在一起没有多久，老可汗往生了，他就再嫁给新的可汗，嫁给新的可汗之后呢，他有生小孩，当时候呢这个王昭君他千不愿意万不愿意，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，为什么？因为呢担心呢他不愿意的是匈奴呢又发兵来攻汉朝，弄得民不聊生啊。所以呢我们这次在蒙古呢去呢这个啊看呢昭君王昭君的庙哦，他那个不是庙，那个应该是要做坟嘛、哦、那个 tomb 应该是个坟，他那个坟很特别，又叫青冢，就在一个半山腰上面啊，那片地是平的，为什么王昭君的坟墓呢会在半山腰上面呢？你们知道这典故吗？因为王昭君呢他呢平定呢这个汉跟匈奴之间的战事有功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下嫁匈奴嘛，和亲嘛，所以老百姓呢在王昭君死后呢为了谢谢他，然后呢人们呢去他的坟墓呢都会带一把泥土过去，这样你了解吗？啊，那把泥土呢代表对他的思念，结果你看一把泥土一把泥土，很多人呢去祭拜王昭君啊，那个泥土就堆砌成了一个小山丘啊。后来王昭君的庙呢就呢在山丘的上面啊，叫做青冢啊。其实王昭君这首歌呢我们都是耳熟能详，不过呢没有到蒙古呢去采访，不晓得哦，原来王昭君还有这一段历史啊。当你听了王昭君的故事，他为了呢这个汉族的安定牺牲自己的婚姻啊，这个精神也蛮难能可贵的。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来听这一首王昭君，来缅怀呢我们呢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。当中不只是她的美貌，我想她呢忧国忧民的精神更值得后代人来学习来敬仰。王昭君，请静静的来欣赏。
哟哇，气势如虹哈、哦！来，再来跟各位谈呢，老师呢到蒙古啊、哦，这个去呢这个昭君博物馆啊、哦，也去呢王昭君的庙啊、哦，是这坟墓了，应该算坟墓啊、哦，去看哦，去直播，然后再来呢听了王昭君这一首歌哈、哦，更是呢深有所感触了哈、哦，来。我们呢欢迎85642，他说老师啊，这个最近有没有好看爬爬照活动？好看爬照活动，如果想要知道的话，也可以用 LINE 加入汤小师的 LINE 啊，8253TC。那老师呢，如果要做好看爬爬照外景节目，可以呢试一下通知你们。那我确定的话，下个礼拜有两场好看爬爬照啊，两场的话呢。时间的话是礼拜三27号跟礼拜五29号，啊、哦，都是下午2点到4点，哦，就下个礼拜27号、29号，礼拜三、礼拜五2点到4点，啊、哦，有两场好看爬爬照。礼拜三呢要访问呢吕华山，他本身是一位艺术家了，艺术家。然后呢，礼拜五要访问呢。我们台中呢智顺公司董事长江董事长啊、哦，他们呢公司很多的医疗设备，那有保健的食品啊、哦，还有什么很多啦，跟我说很多东西，我可能到现场才知道他们有什么东西啦哈、哦。就是下个礼拜三、礼拜五，啊、哦，分别是下午2点到4点，都有好康爬爬照，谢谢。啊，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小鱼啊，谢谢你努力呢帮老师呢收看人数呢有突破千人啊，那我还是来丢个红包了，我刚才有讲说破千我们来撒红包对不对，来321哟，我们像小鱼你能够抢到哈、哦，来我看看谁抢到红包了啊，85642抢了3块，我自己抢2块了、哦，这个我们这位贵宾、哦、抢了11块，小玉你也抢了11块是不是啊、哦，这个 Coco 抢了15， Coco 抢的最多了，哇 You are the winner， 你抢的最多，好第一回，然后我们第二回 second round 第二回啊、哦，321加油，哇我给你抢一口了你啊、哦，85642抢了13， Coco 抢了8，小鱼抢了7，我自己觉得抢了几口了、哦，我来抢几口，好这第二回合，来第三回合再一次啦、哦，来321，哎呦有没有加油，好第三回合我抢了5块啊、Crystal 呢抢了7，小鱼你抢到9，谢谢小鱼，哇热情的，这送给老师礼物啊、哦，这个谢谢啊、哦，有啊，这个你们帮忙努力啊，汤小师感恩在心怀啊，真的谢谢 Coco 送来的礼物哈啊、哦一个小时的台湾娃娃桶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、哦，我是 Tony Chan 老师。喜爱呢汤小师 UP 直播节目的朋友啊，那我们就今天晚上8点汤小师教英语再见咯，谢谢，今天是礼拜六，大家放假愉快咯，晚上见， See you tonight， 拜拜。我在猜想，如果看电影我可能会去看这个恐龙，这个看看恐龙。